小的时候是你在安慰我，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，你什么都不用想。顾一晨，你没事吧？顾一晨，顾一晨，顾一晨，晨，顾一晨，顾一晨。一晨，深呼吸，放轻松，我才是的。这里你为什么非平一定要出个事受了伤才好吗？暖暖，别离开我，别离开我，你说过的会一直在我身边，一直陪着我。我和罗伊真的没有任何关系，她只是我在大学时的学妹，因为同处在一个实验室里，所以经常见面，我和她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。因为我的过敏症，我与她并没有过多的接触，我知道她喜欢我，但我对她没有任何感觉，并且在学院中就换了学校，我不知道她一直在找我，还跟回了国内。暖暖，我承认我向你隐瞒了罗伊的存在，是因为我太了解他强势的性格，我不想你也被他卷入其中。当年我的不告而别的确伤害了他，我对他有愧疚，所以那天在咖啡厅里才会。但我绝对没有喜欢他，我喜欢的只有你。别说这些话，那天我看到你跟他拥抱，我是吃醋，我很生气，但是冷静下来我也想得很清楚，我知道你不会骗我，更不会随便拥抱女生。但是我们不是只有喜欢就可以。这时候在我走的那一天，就因为权限停服而声誉大裂，合川科技推出的手游和我的项目有90%的相似，以及抢占了女性手游市场的所有先机。而且盛强达还说，他们现在要告我抄袭，不仅项目，还有你的家人，我们还怎么在一起？一晨，我们还怎么在一起？我们绝对会在一起，无论遇到任何困难，绝不分开，绝对不分开。吴一晨。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小时候吗？小时候，一晨，阿姨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包子，尝一个，尝一下嘛。小小年纪，反了你了！哎呀，你怎么打孩子呀，一晨？什么过敏症、心病？我看你就是找麻烦。跟我出来。你这么点孩子，什么过敏症？怎么打孩子呢？啊，哥哥，你疼吗？我帮你揉揉，揉就不疼了。小哥哥，你别哭，只要忍一忍都会疼的。那，这个给你。原来那个小男孩是你。是我，小的时候是你在安慰我，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你了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公司的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合川科技抢走你的项目，我会一项一项都夺回来，至于我的家人都交给我，只要你能够原谅我，回到我身边。